没事啊，不用想那么多了。390。390，我就说，所以观众还是看画面的。因为他其实已经不是听音乐，他是看音乐了，他就不是在听一个 MV， 一个另外一个世界。对啊，你看啊，前两天不跟我猜，他能有那么一个唱歌的机会吗？还演得这么好，对不对？他得谢谢我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恭喜玩家秦霄贤、王楚然挑战成功。其实这一次，我觉得我们的表演，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楚然的，因为如果真的换作我去演瓦力的话，我还真的不一定真的能演那么好。这一次赢，其实就真的赢在了瓦力的这个整个形象跟这首歌可能比较契合，然后整个舞台呈现出来的这种故事感会强一些。其实真的到底赢在哪儿了，也就是赢在故事上。